张唯一，我是张小婉，我是左凌峰，我是刘彤，我是管乐，我们是某年某月某晚。我们作品的名字是军师联盟，我们的编剧是子瑜老师，还有某某某啊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这个环境是一个比较有这个古色古香的一个主题餐厅，然后还有我们三个人的服装呢都是古装，大家脑补一下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人齐再点吧。那行，那您一会儿想好了叫我。好好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哎，大哥，你到哪儿了？我怎么跟你说的？我今天要约会，我要浪漫，要气氛，你给我找一什么地儿？我赤壁厅，还至尊宝，这逻辑都没有办法自洽。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出现！主公莫慌，微臣驰骋刑场多年，今日约会必助你大获全胜。兄弟，你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自你对小婉姑娘一见钟情已经一年了吧？你好好说话，你先把这衣服给我脱了。一年间，你瞻前顾后，优柔寡断，两人关系是毫无进展。是啊，所以我叫你来帮我嘛。哎，你说我一会儿怎么办？要不我直接跟你表白吧？大哥，你喜欢他吗？这不废话吗？那你确定他喜欢你吗？这不确定啊。是呀，你都不确定，你这表白的话万一连朋友都没得做了。不至于吧。孙子兵法有云，谋定而后动，先胜而后战。战什么战啊？我这是谈恋爱，又不是打仗。真正的恋爱就是一场战争。兄弟，你这是受了多少情伤，都伤魔怔了。去，干嘛？别说话。怎么了？我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啊！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小婉，你来了。啊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刚被家去拉班儿。啊？班去拉家，拉去加班去了。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要是上忙特别班的话，一会儿咱撤完了可以先吃。啊？啊？啊？你先坐吧，先坐吧。牙。呀，哎，那个，你先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唯一，唯一，唯一，他快到了，他已经坐下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好哥们唯一。小婉姑娘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别见怪啊，这人平时穿衣服他就是啊，古风是吧？我有一个朋友也喜欢，帅的。好高的情商啊！哇，他好可爱呀、啊！我不行了。我现在该怎么办？点菜对吧？菜我已经点完了，你随便与他聊一会儿即可，我在旁边观察，隔岸观火。好好好好好。小婉，哎，菜我点好了，咱稍坐一会儿啊。好。凌峰不坐吧？那个唯一不坐吗？来，我需要随时保持冷静。啊？你别管他就这样、啊。我有一个朋友也这样。是吗？天天神神叨叨的、啊，我都担心他嫁不出去。嗯。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我这人情商比较低，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。怎么又变低了？我的好可爱啊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。红红火火鸳鸯锅给您上来了。哎，辣锅冲我吧，他吃不了辣。哦，好嘞。哎，至尊宝为您服务啊，菜一会儿马上就来啊。兄弟，他什么意思？他是不是喜欢我？他记得我不吃辣、啊。主公，切莫轻举妄动。怎么了？在短短的几分钟里，他的情商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而且分别使用了无中生有、借刀杀人、指桑骂槐，好一套连环计啊！你在说什么、啊？此女不简单，背后必有高人指点。你想太多了。别一惊一乍的。既然来了，何不现身一见呢？这哪还有别人呢？说好了，今天我来当你的军师嘛！你这也太吓人了！啊，我们中埋伏了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
给我换了。我确定他喜欢你。你真的？哎呦，目前都听见了，死样。要不我直接跟他表白吧？不可。要不一会儿就跟他表白吧？不可。谁先说，谁就输。关悦。哦，小婉姑娘，这位是啊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刚刚一直提到的朋友管乐。哦，管乐是吧？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林峰，这是我好朋友唯一。他俩穿的还挺搭。那个，咱们先坐吧。啊，先坐，先坐。人齐了，咱提一杯吧。啊，你就是凌峰啊？啊，是。昨天小婉提起你。啊，是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喜欢小婉呢？啊。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他问到我脸上来了，怎么办？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要说出来了。不能说，谁先说，谁就输了。那我，他光讲会，我心肠胆。我怎么吞吞吐吐的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嘛。林峰喜不喜欢小婉不重要，反正小婉也不喜欢林峰吧。嗯。进来进来进来，他扎到我心里来了。怎么办怎么办？我想说我想说，我要说出来了。不能说不能说，谁先说谁就输了。那我按兵不动，以退为进。扭扭捏捏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嘛。哎呀，开个玩笑，何必认真呢？哼，好一招先声夺人，好一招围魏救赵。坐。啊。我去催菜。坐。还去催一下吧。坐。干嘛催呀、啊？已经很快了。哎，我又不是真的会法术的。来，调料给您放这儿了，海鲜给您放这儿了，行，慢用啊。喂，你干嘛？哎呀，林峰，你这料里边怎么有辣椒啊？啊，你吃我这个，我这个不辣。哈、啊，好，小婉知道林峰不吃辣哈、啊。对呀、啊。你怎么那么关心他呀？因为我喜。喜什么？刚刚那一趴是什么东西啊？好一招莫名其妙。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。来，小婉吃个虾。哎，他不能吃虾，他海鲜过敏。他怎么海鲜过敏？你怎么知道？哦，我忘了什么时候就记住了。你怎么那么关心他呀？因为我洗。洗什么？成功。我就是你的前车之鉴，狱中都没有好下场，谁先说谁就输了。那怎么办？喜字我已经说出来了，莫慌，看我斗转星移。喜什么？喜不了，喜不了。错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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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喜不了的我看到大门的锁锁还是。赔一个，赔一个。加个微信啊！嗯，我扫你。好。嗯。空调开这么冷，你还扇扇子啊？啊，我需要随时保持冷静。通过一下。哎，小婉、啊，你冷不冷？你穿我外套吧。那你热不热呀？我不热，你披上吧。哦，好。谢谢啊。哎呦。怎么了？你干嘛给他踢外套啊？他冻着。冻着怎么了？冻着生病啊。生病怎么了？
肯定难受啊。难受怎么了？反正你又不喜欢他。我没说我不喜欢他呀。那你就是喜欢他。兄弟兄弟，我要怎么回答？我默认了，我竟然中了他的美人计。难怪他要加我的微信呢。那我帮你把他删了。不可，我先留着。主公，今日你我兄弟二人同命丧于此，今生与何生量啊？那我说，我说，我要说出来了。请问，音乐可以停吗？我还有一招锦囊啊！对，待我釜底抽薪，力挽狂澜。张小婉，我且问你，听闻你有一段七年的恋情最后无疾而终，今日你对我主林峰扭扭捏捏，是不是忘不了那个男人？一派胡言，啥时候的事儿你都没跟我说过。那时候咱俩还不认识。我不在乎，扶不记得额头吧。居然背景调查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，枉我还加他微信。那我帮你把他拉黑。不可，加都加了。那咱们就先吃饭。不吃，斩草要除根。左凌风，传说你上次分手之后至今单身，今天你对小婉支支吾吾，是不是因为忘不了上一段感情？我是。你我不是，我不是。不是你就跟他说。我说什么呀？说出来，说你喜欢他。说你喜欢他。说你喜欢他。说你先说。你先说。你别扒拉我，你扒拉我。行了。坐下。过分了吧？吃饭。再给你加一勺汤来。哎呦！怎么了？没事，烫一下。我看看。哎呦，你摸耳垂吧，你赶紧摸耳垂。不是，你先。哎呦，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我要不要让冰块给你拿点服务员过来？说出来，你先说。你先说，说呀，说吃饭。我喜欢你。那你愿意？我愿意。那你可以？我可以。你可以什么呀？我什么都可以。他们俩终于在一起了。对呀、那下。是不是就要结婚了？对，那也就是说，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。又要干什么呀？主公，你且稍事休息，待微臣为你打出一片江山，看我给你拨出一个未来。吃饭。官员姑娘，虽你我一见如故，但无奈却各为其主。没错。得罪了。请。管乐。张小婉，我请问你，张小婉，我请问你，以后袜子谁洗？我洗。不可，左凌风，以后地板谁拖？我拖。不可，张小婉，我再问你，以后我主凌征一方，一周可以跟我喝几次酒？他喝完酒几点回家？十点之前。太早了，太早了，菜还没上齐呢。吵了架谁先道歉？哎，谁错谁道歉。左凌风，吵完架该要不要哄人呢？吵完架就不能过夜的呀。张小婉，我问你，你能不能别一失踪的时候就老实保持失踪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？你在说什么？能不能别总是搞失踪啊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左凌风，我问你，吵完架的时候你能不能别做完姿势？咱别闹了，赶紧吃饭吧。坐。这事儿跟你俩没关系。他能不能别总是分手的时候把分手挂在嘴边？他能不能吵架的时候别只讲道理啊？他能不能别总是敷衍我？他能不能别总是否定我？谁会否定你啊？你没经历过，你根本就不懂。你这么试探我没有经历
跑啊！再不追追不上了，他搞体育的。真好。是啊，你说的对啊，他俩真般配。所以咱们俩这一季应该叫。